画面中可以看到三重重样路上，竟然有人在放烟火。巨大的声响与火光打扰了住户的安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仅有两名男子在场，他们供称是一辆白色自小客车驾驶所放的。刚好白色小客车就在烟火释放地点附近。警方拦查后，驾驶坦承是因为催债才会放烟火。但原警检查车辆时，竟在门边把守，还有黄姓男子的霹雳腰包内发现安非他命、咖啡包，还有吸食器。警方将四人通通上铐，带上警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旺旺水神还有我们下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哪里买呢？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好，同时呢，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588，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